大家好，我是杰，欢迎回到 FFB 时间。那最近呢 ，FFB 推出了一个新的活动，那就是寻蛋季。那跟着庆节活动呢，他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转蛋召唤。对，那就是这几只国际限定的角色，有这个五星的弗雷比亚，四星的索恩，还有三星的艾迪恩。那其实呢，因为他们不算是有 bonus 的角色，所以就其实不需要抽啦，有点纠结，因为怕之后如果有莫古里王的角色的活动的话，需要 bonus 角色，就需要转蛋。但是我个人还蛮想要这个索恩的，然后活动也会送那个心爱莫古里，所以还是来转蛋吧。那估计呢，来转一个十张召唤券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去开始吧。大家矜持就好。劳伦斯。错的活动了。又是蓝子，蓝转黄吗？看来还是没办法压。第三抽，难道你拿运气真的不太好吗？安塞尔姆，四抽了，一个黄石都没有，还真的没有。拜托给我个黄石就好。OK， 至少拿到活动奖。艾迪恩，继续。又是个 IBM， 他最后五抽，拜托，索恩好不好？玛丽亚，索恩。我天啊，这一个黄石都没有。罗塞利亚，不十抽，一个黄石都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加嘛，多五抽吧。哦，我的天啊，还真的是完蛋了，最后两抽了。哟，有了，蓝转黄，拜托，索恩。啊，加尼特。Yes， 又是黄石。
会不会是索恩呢？Oh my god！ 我的天，索雷小，应该吗？好吧，加码多五抽。爱迪恩啊，不要再来了。索恩，索恩，索恩。哦，今天是索恩吗？拜托。啊，哈格里亚斯。我的天哪，怎么四星都不是活动奖 ？OK， 又多一个四星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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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加福加利安，我的天，是在耍我吗？最后两抽，应该是没。哎呦，又来一个黄石！拜托，来了这么多黄石，应该来了吧？光之战士我是没有，但是最后一抽啦，内忧就没了，不再加码最后一抽了。好吧，那应该是跟弗雷比亚跟索恩没有什么缘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帮我按个喜欢，也顺便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，拜拜。